欢迎收看千涵的晚间客新闻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赚超过一个股本，十档殖利率超过 5%。 统计15家上市柜金控公司在2021年赚逾5800亿元，创下历史新高，而且年成长幅度达 53.2%。 更令人惊奇的是，国泰金以及富邦金在去年缴出亮丽的成绩单， EPS 双双达到二位数。二位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赚超过一个股本啦。没想到金控股也有赚超过一股本的一天吧。根据统计，目前预估殖利率大于 5% 的一共有10档，分别是开发金、国泰金、国票金、元大金、富邦金等等。不过最后的配息数字还是要以3月后董事会公告的数字为主，因为有些公司除了会配发现金股息外，还可能会再配发股票股利，因此投资朋友还要再持续追踪。分享这则新闻给大家参考，喜欢我的影片也帮我按个赞吧。大家晚安，咕咕咕咕 night。